加赛的话，大家首先得知道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加赛白球会有几种的行进状态。就加赛啊，它是让白球啊会产生两种的行进状态，一种是偏移，一种是弧线啊。偏移是什么概念呢？比方说这里放个球吧，啊，正中间放个球吧，放到那个点上，那个，对。偏移的概念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这个瞄准七号球正中间啊，但如果我们加右塞的话呢，白球，对，如果加右塞的话，你瞄准七号球正中间打，白球会往左偏移，这样的话白球会撞到七号球的左半部分啊。如果你正打七号球啊，会打到那个七号的左半部分，像这样啊，打不到正中间。如果是加，这是让白球产生偏移的效果，就是加右塞白球会往左边跑，正常它不是白球应该往前跑吗？但是你加右塞相当于给了白球一个往左的力，这样白球会往左边跑啊，这样白球的行进路径啊就会比你瞄准的那个视线呢偏左一点。相反，如果加左塞，白球就会往右边跑啊，就往右边跑啊，它是这个效果。如果你正打这个你瞄准的目标的话，这是偏移的效果。还有一种效果是扎杆的弧线效果，比方说我打右塞，但是呢你让白球产生弧线了，对吧，它白球它是先往左然后再转到右边去，这是加塞的另外一种效果啊，弧线的效果。这两种效果的产生呢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这个发力方式不一样，一种是软的发力，一种是硬的发力啊。比如第一种就是属于发力偏硬的啊，就是让白球呢会产生偏移效果。如果力发软了，像这种杆尾稍微抬高一点，发小力了啊，这样的话白球会产生一点点弧线。根据这两种效果的话呢，加赛让点的这个方法就会不一样。所以大家看到网上很多加赛讲解的时候啊，他可能只讲了这个其一没讲其二，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正常情况下我们加赛啊，肯定就是有一个口诀嘛，就是说加右塞往右让，加左塞往左让，这个应该是在网上有看过。比方说我打这个直球是吧，我打白球右边，正常情况下打白球右边，白球呢如果你发力的情况下，那个力一般我们正常打球那个力啊都是偏硬的啊，都是硬的力，正常打右塞白球就会往左偏移啊，往左偏移，这样白球会撞到进球点左边一点。所以我们要想把球打进去的话呢，就要撞到进球点右边的这个位置去瞄啊。所以我们加右塞，我们的瞄点在哪？瞄点是进球点右边一点，这个时候我们要让出这个加赛的偏移量来。比方说啊，这个时候我们加右塞，我们的进球点要瞄到右边来，我们的站位就不能按照正常这么站了，这时候应该是稍微往左边挪一点啊，我们的把你的杆，把我们的这个站位的这个指向啊，应该是站的偏左一点，让你的这个瞄准的方向呢是瞄着进球点偏右一点的位置，然后加右塞去打啊，这么去打啊。当然了，你距离近可能偏差没那么大，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让点的一个过程啊，就是加右塞，我们可能是正常情况下就是瞄到进球点偏右一点，如果是加左塞的话呢，我们就瞄到进球点偏左一点，这时候我们的站位呢就把进球点左边这个位置跟白球中心点延长过来，右腿站的位置是你的正常站位，正常我们站位相当于站的那个14号中心点对中心点嘛，是吧？如果加左塞啊，不加右塞啊，加右塞不是加左塞，加左说完了，加左塞的话瞄进球点左边一点，所以我们的站位要往右一点，是不是有点绕啊？我自己话都绕进去了啊，有点绕啊，有点懵是吧？越左右的是吧？对。啊，那我想怎么解释也更明白一点啊。就是加右塞，瞄到进球点右边一点，啊，你记这个就行。然后，因为你要瞄右边一点，所以你的站位就得往左一挪一点啊，往左挪一点。啊，这是一个基本概念啊。那个，那向蓝打一个。这是
发力的情况下啊，撩的击球点偏右一点，对吧？然后这是正常发力，如果是发小力的就相反，比方说这球发很小的力，发很小的力的话呢，你可能啊你需要瞄到这个左边一点，然后产生弧线嘛，啊，这个是有可能的啊。那这样的，比方说这个球，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是小力，小力加塞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比方说现在这个球没下，啊，正常加右塞的话，应该是瞄进球点偏右一点，但是现在这个右边被挡住了，我们呢加右塞啊，如果用小力来击打，撞到进球点左边呢，它也能进的啊，这就是让白球产生一个，其实不是弧线啊，是让白球产生一个撞击目标球的时候，它有一个齿轮效应，撞到进球点左边，然后因为它有右边旋转，带着目标球往左边这个那个改变线路了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就小力加塞的一个特点啊，这么一打就能进。好，来向来试试这个啊，就是刚好挡住一点，刚好挡住一点点，就是感觉是没有下球的，有吗？没下吧，对吧？对，就这个时候用小力加塞啊，白球呢会避开这个十号球，然后呢这个白球会撞到进球点右边一点，然后也能把球打进去啊，也没过来，不够啊。但这个小力加塞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就是属于，它需要功底啊，就是你的塞要很强才可能打出来，塞要特别强才能打出来。要力一点。对，稍微力气一点点啊，那个挡的有点多了，只能挡一点啊，挡多了的话可能出不来那个效果。哎，对了，这个扎多了，多了是吧？扎多了，这个多了，啊，因为他这样，这你看刚才六号撞这边来了嘛，好吧，然后再回到刚才那个加左塞往左让这个概念啊，让小雨试试，咱们先打这个中带啊，打中带，这是直球啊，先给大家讲解一下直球加塞的时候怎么去让点啊，就是怎么调整你的站位。因为网上可能有讲解，比如说移动后手啊，移动手架呀，其实不管怎么移动，它的最终原理就是得让白球撞到进球点啊，那个其实最终肯定是撞到进球点的位置了，只不过你瞄的时候你要考虑那个偏移量嘛，所以要稍瞄右一点。来，小雨试试啊，加右塞，稍微对往你进球点右边瞄一点，对吧？往进球点右边瞄啊，啊，不够，对，这样是。哎，身体往左挪一点就行，哎，发力，哎，发力，啊，还不够，对，感觉就没有让出点来，对吧？你刚才加右塞了，目标就撞到这边来了，说明你的让点还不够，白球还是撞到进球点左边了，你还要往右边瞄，还要往右边瞄啊，再往右边瞄，不行，重新站起来，还得往右边瞄，对。你这个时候你的站位应该是以进球点右边这个位置开始站，所以你肯定身子要往左边挪一点，啊，这样还打不进去，这样没有让出点来，根本就，啊，就是整个站位嘛，就是感觉你的进，对，靠左嘛，就打到六号球的左，对，打到六号球左边去，哎，这个，嗯。对，啊，打到进球点左边才行啊，这是一个基本让点的方向啊，直球大概就是这样，可能底带会难一点啊，底带的话让点的话需要让的多一点啊，比中带，就是瞄进球点右边啊，加右塞瞄进球点右边啊，稍微让点多一点啊，这么去打，这是一个正常情况下直球是这样。然后角度球的话呢，可能就是属于什么啊，咱们要了解一个概念，就是顺塞和反塞的概念。如果打角度球啊，我们有一个口诀是叫顺薄反厚，就是说顺塞瞄薄一点，反塞瞄厚一点，这是一个基本概念啊。那得知道什么是顺塞，什么是反塞，这是咱们网上也有讨论的。顺塞反塞的概念是根据分体角的
方向来判断的。比如说我打这个六号球进中袋，撞击六号球之后，白球分角是往右的，那加右塞就是顺塞，加左塞就是反塞。啊，根据这个咱们来了解什么是顺塞反塞。啊，比方说我现在打这个六号球底袋，白球分离角是往左的，那加左塞就是顺塞，右塞就是反塞。啊，所以说像这个球，我们加左塞是顺塞的话呢，顺薄反厚的概念就是顺塞瞄薄一点，瞄薄一点是瞄到进球，比如进球点在这儿，瞄薄一点就相当于进球点左边一点。然后加反塞呢，就瞄到进球点右边一点，要瞄厚一点。但是顺薄反厚的概念大家一定要注意，顺塞瞄薄，这个薄度其实瞄的不是很薄，明白吧？就是你就瞄正常进球点，可能偏一点点就行。但是反塞瞄厚的话呢，你需要瞄得很厚了，这不一样。所以反塞让点会非常多，就比方说这个球打一个顺塞吧，那小串打一个其实特别好打，就是你就正常比如加个这个是左塞嘛，你就是正常打就行，打一个中杆左塞出来啊，几乎就不用让点，你就瞄正常瞄进球点就行，正常打就行。这就是顺塞，大家去练的话可能会发现这个顺塞让点其实很少啊，基本上不用怎么让点，看到没，这是顺塞啊，就正常瞄进球点就行，比较好进的。但是如果加反塞就很难啊，可以这样想着试一个反塞。反塞就是说这个球加右塞了，加右塞啊，比如说现在需要叫这个五号球啊，叫这个四号球，打这个八号，只需要加右塞啊。这个加右塞让点的话要瞄得很厚，就是瞄这个八号球尽量瞄直一点啊，打高杆啊。对，你看也打薄了，看到没，就是一定要瞄得特别厚才行，你感觉这个八号球甚至你感觉是瞄成直线了，你可以夸张一点啊，就感觉八号球你打成直线了都有才有可能打进去啊。啊，还打薄了，超薄，对，所以就是这个反塞瞄厚的瞄得非常厚了，这个、真的是刚才右塞左塞顺塞就瞄薄，几乎是不用怎么让点，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反塞很难学会，就是因为它让点太多了啊，让点非常多。哎，这个太厚了，太好了，哎，塞挺强、嗯、所以这可能反塞对于新手来讲刚开始最好先不要学啊、这个、先练这个顺塞，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个顺塞反塞的概念啊，去掌握加塞。好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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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有一点不太强哈，也还可以，有一点有塞的效果啊，教的挺好是吧。这是顺塞反塞的概念啊，所以大家练球的时候呢先练这个顺塞就好了，反塞呢等你顺塞练的比较扎实了再练反塞啊，这是一个基本概念，加顺塞和反塞，掌握这概念之后啊，可能对咱们学习上点要有很大帮助。好，这是一个基本概念啊，还有些复杂的这个就必须让向南来了，就是塞分很多种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搓塞啊，软塞